给泰国妹子吃北京臭豆腐，也展示一下我们中国的黑暗料理。啊，我给你试，我给你看啊，你看，啊，啊，你暖，你暖，太多了。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一点点，一点点就行了。什么味道？哎，你巴拉的呀！不巴拉，不行，我不行，我怎么样，老李？吃这个，吃这个，吃饼，啊、吃饼，对，吃。嗯。受不了这味儿。好吃吗？哎呦，不咋不下了。奶油吃的也不少。好吃吗？不好吃。好吃就说。那造一个低道。